场精彩的秀，看这个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大家，我刚刚很认真看。我知道大家应该还记得那个旋律吧？好，再唱一次，是不是？哇哦！哇哦！大家闭嘴啦，这样。我刚刚注意看下面，大家都很认真看，没有在滑手机。对。哇。不愧是我们请来我们众多的那个高手，就重金礼聘来的吗？的学长，好久不见的学长。对。啊，接下来我们是要欢迎我们的有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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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友谊的友，对，学校的校，不是开玩笑的笑哦，对啊。有声音吗？是个美女跟帅哥呢，美女跟帅哥。好，谢谢。嗨，你的帅度在我陈不敏的衣服下面，可以讲什么？你是不是应该叫他唱？你们原本是不是要你的心意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对，我其实本来想你的心意，我差点拿吉他跟你弹，你知道吗？想当初我们之前曾经也表演过你的行李啊，可是因为今天的主题，我们希望带来欢乐一点，所以我们就临时换了一首。而且我那时候唱的时候还没有一个人，就是旁边都会没。你不要骚扰人家。啊？他这样子我好害羞。好害羞？没有什么害羞。没有，哎，他好久没了，他就说不要再。吗？我再没有喜欢你了。好，很会，很会，很会。好，好，那我欢迎他们带来。他们带来的是，你有听过英雄联盟吗？我知道，你有听过英雄联盟？你们去找之前的 ID 吗？小小的打个广告一下。好，那就给你们自由发挥喽。好的，谢谢。内场其他可以大声一点。然后我们送给小宣传，工商时间，5月14号是我们情谊的情选展第二届决赛，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。好精彩哦！然后5月30是我们情谊的大成，如果有兴趣也可以过来看一下。OK， 那也要来哦。好，我是浩子，然后我是莫，然后今天为大家带来，你听过英雄联盟吗？都是你 CD， 谢谢你提醒我，一个句点打乱你。
不会打LOL，然后我会。谢谢。